你看这题目，五人排成一列，若其中 A、B 这两人不可相邻，则排法有几种？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五人为 A、B、C、D、E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排 C、D、E 这三人，所以呢，三个人在这里做直线排列，方法数是三阶。那么要去乘以，这时候我们让 A、B 两个人来安插。这四个空隙里面的其中两个空隙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保证 A、B 两人一定不会相邻。因此呢，我们是从这四个位置里面挑两个位置，让 A、B 两人进来排列。所以这方法数是 P4 取2。那么这等于三阶，这三乘以二乘以一，这是六，然后去乘以 P4 取2，这是从四开始连续两个相乘。所以这是四乘以三，因此呢，这是等于六乘以四乘以三，那么答案是72。我们排法有72种。这个答案